人民网向祖国表白灯光秀亮相沈阳市府广场。9月20日17时30分，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在沈阳市府广场响起，由中共沈阳市委网信办指导，人民网、沈阳地铁集团、中共沈河区委宣传部共同承办的向祖国表白城市联合灯光秀快闪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正在市政府广场散步的市民，听到这熟悉亲切的歌声，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演，顿时驻足。偌大的场地内，挥动着手臂的市民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激情奋进的歌声在整个广场内回荡，自信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每名市民的脸上，振奋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与此同时，广场四周10个巨型 LED 灯柱屏共同亮起中国红，醒目的我在沈阳向祖国表白灯光秀闪耀全场。